二向箔作为一种宇宙规律武器，可以将一个三维文明强制降维到二维，也就是常说的降维打击。但除了二向箔之外，在三体中还有一个脑洞更大的科技，质子武器。质子的全称被叫做智能质子。质子你知道是什么吧？也就是构成原子核的那个质子，非常小。智能质子啊，也就是说把一颗质子改造成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。三体人制造质子啊，首先就是把一个小小的质子低维展开。什么叫低维展开呢？就是把一个九维的质子一直降到二维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平面，然后利用强相互作用力操作形成电路。时刻完成后啊，再将这个二维展开的质子重新进行高维折叠，变成一个九维质子。花这么大的代价造出来这个质子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封锁人类的科技发展。想要发展高能物理，就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，就是高能粒子加速器。把一堆质子放中间轰击对撞之后呢，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，然后帮助我们去探索这个宇宙的一些基本规则。这个质子啊，就可以潜伏在这个加速器里，代替靶标接受高能粒子的撞击，使撞击结果随机毫无规律，科学家们也就无法从撞击结果中获得结论了。这个小小的看不见的质子啊，也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恐慌。看不见但不代表不存在，就像人类的口腔问题啊，我们往往选择性的眼不见为净，平时刷牙的时候不注意，以为刷了就是刷全了，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某一颗牙齿，只有当它开始隐隐作痛的时候，才发现它一直被忽视了。智慧质子未来是否真的会出现，我们没有办法预测，但是智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啊，一定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军。但凡是加上 AI 技术的产品，必将颠覆行业传统，脱颖而出。有一个国货品牌试图将 AI 真正的应用于口腔护理领域，耗时三年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研发成本的 AI 刷牙方案 U-Smile F2 电动牙刷，自带智慧屏，通过 AI 技术提供专业漏刷补刷方案，边看边刷，漏刷或是刷得太快它都会提醒你，真正实现2分钟内有效刷牙，甚至它还会为你生成专属的刷牙数据报告，督促你养成正确的洁牙习惯，极大程度减少你的牙病困扰。我们难以想象科技被质子封锁的未来，但可以珍惜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的现在。 U-Smile F2 电动牙刷也许是口腔清洁新时代的开始。